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之前就想着下午来剪一次就可以了，结果啊一天要剪个三四次，要不然的话这个损失就大了啊。你想那天我妈说本来剪七八十个的，结果只剪了二三十个啊，损失了一大半多。好了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拜拜。